接下来讲的叫做二氧化碳的用途，就第一个就是灭火，因为二氧化碳比空气重，会沉在下面，然后不可燃、不助燃、隔绝的氧气就达到了灭火的效果，有所谓的二氧化碳灭火器、酸碱灭火器、泡沫灭火器、干粉灭火器。我小时候学校里面装的都是酸碱灭火器，是浓硫酸加碳酸氢钠，然后就叫做碳酸盐加酸产生二氧化碳。然后呢，这东西很难用，用了还把它倒过来，又很重，所以不方便。因此现在学校都放的都是最后那个叫做干粉灭火器，里面放的是碳酸氢钠，因为喷到火里面它会分解产生二氧化碳，但其实帮助它喷到火场里面去的，搬回火里面去的，所以氮气跟碳酸氢钠，这是第一个二氧化碳的用途，就是来做成灭火器。一般我们的灭火器就是靠二氧化碳来隔绝，来隔绝。但是呢，也因为它是化学反应，所以不是所有的玩意都可以用它。上一次大陆不是爆得很凶吗？今天爆得很凶吗？就是因为他们不晓得我们里面撒了水，然后加了东西，就它通通会作用，结果越烧就越旺，越烧越旺，没有灭到火反而越来越惨。有些东西你拿二氧化碳灭火也是越烧越旺。我们好像我会以后应该会看，可以看影片，这样美就不能这样做 ，OK？ 啊，所以是用途，第一个拿来灭火，第二个就是我们前面的干冰可以保鲜嘛，保鲜远洋渔船干冰冷冷的保持新鲜，然后呢做娱乐效果，制造鱼烟雾啊、腾云驾雾啊。那讲过了一个重点，那烟是什么玩意啊？小水滴，哪来的小水滴？空气的水汽凝结的小水滴，空气的水汽为什么会凝结？因为干冰升华的时候要吸热，升华要吸热 ，OK？ 所以这个是一个重点啊，干冰娱乐用途。再来就是防旱，可以做人造雨，学测考过一次人造雨的事情，这个听过就好。而且现在已经不喜欢讲人造雨了，因为呢，人类造不出雨。天上如果一颗云都没有，人类也弄不出雨出来，雨弄不出来。我们只能在条件还可以的时候，想办法帮忙让它的雨水稍微多一点。所以现在叫做人工增雨，人工增雨。不想要讲那个人造雨这个名词了啊！现在你讲人造雨会被人家笑，大家这个程度太差啊，没有水准，没有水准，还讲人造雨，因为我们造不出雨来。天上一点条件都没有，我们也弄不出雨来 ，OK， 也弄不出雨来。然后就清凉，你看刚才讲过，你们喝的那个什么可乐啦、雪碧啦、芬达啦、什么沙士啦，都是高压。为什么要高压？因为我们前面教过溶解度，有没有？气体要高压、低温嘛，溶得多，所以高压它溶进去呢，变成碳酸，然后呢，这个气下去，肚子里好热，然后它就会变溶解度变少，气就要跑出来，挥发出来，挥发带出来就会吸热，所以你就感觉到胸口一阵清凉感，因为吸热带走，带来清凉的感觉。OK， 所以我刚才讲过了，气体溶于水，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了要怎样做，高压还有什么低温，很好。那所以气水破开来就有气冒出来，是因为什么改变了？压力，正压减压，减压非常好。所以压力减少，就泡泡就冒出来了，就是你们玩那个无聊游戏啊，摇一摇摇摇，噗喷出来，就类似一样的意思。OK， 那个就是这样的做法。OK， 就是。这前面都讲过提过，就是它的用途，清凉饮料、高压碳酸饮料、可乐啊、汽水啊，都这种。就是烘焙，这是我们要教的那个碳酸氢钠啊，它加热，这是死掉的八粉，就是没有活的八粉，有活的跟死的放上去，然后呢烤一烤，它就变成二氧化碳，所以八粉就一个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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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那个二氧化碳的那种，吃起来就觉得松软可口啊，什么之类啊。所以培用粉产生二氧化碳，让它松软可口，这个是用途。OK， 了解一下，有一些东西以后都会再教到、再提到。
这个呢就是全球暖化，国泰地壳会再浇一次，二氧化碳会甲烷会来吸收来自地面的红外线。这里面的一个重点叫做一，它吸收红外线；二，它的红外线会来是来自地面。我们在地壳的时候会再跟各位仔细说，目前把它这样记。这个效果类似原理的温室，所以称为温室效应。古时候就有二氧化碳，所以古时候就有温室效应。温室效应不是问题，地球还好有温室效应，所以地球才能够保持适当的温暖，让生物适合生存，这不是问题。问题是伟大的人类做了一些事情之后，使空气的二氧化碳变得更多，于是它就吸更多的热，放更多的热，使地球越来越热，这叫做全球暖化。全球暖化有什么后果？国中生基本上只考一个后果：冰山会融化，海平面会上升。地科课的时候会再讲一大堆，地科课的时候会讲一大堆，但是考试基本上都只有考冰山融化、海平面上升。所以，然后我们就有一个伟大的京都议定书，要来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。这个议定书已经失效，已经过期了。它的当初规范直到2012年，然后呢，这两年会弹出一个新规范，等新规范出来再说。目前呢，就暂时把它拖着用而已。我们地科的时候会教。如果今年年底新规范就出炉了，明年上地科我们就会有新规范讲，我们就有新规范讲。但是目前是京都议定书，国中程度只要知道说有个玩意叫做京都议定书，干嘛？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，为什么？解决全球暖化的问题。OK， 这样是了解就可以，这就是二氧化碳跟全球暖化的关系。有人有问题吗？没。